身份一项十之秒就是81.92，障碍零扣点，时间零扣点，总扣点为六条了。恭喜我们第一位选手，接下来请挑选 Zola 进场，今天的马夫是 1-2，好，是来自于佑生法术中心。那么同时呢，也请林梦洁准备准备。